就是我刚刚点的起司蛋饼，它的蛋饼皮啊很 Q， 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蛋香味，跟一般吃到煎的比较恰恰的蛋饼不太一样，有种在吃锅鸭条的感觉，蛮好吃的，下次你们也可以来试试看。你在吃的饭吗？对啊。吃完了方家蛋饼，然后走到了这一个重建街。其实淡水老街最原始的样貌呢，就是这一个重建街。然后它其实现在有点没落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店家。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来，你一定要来走这一条路，因为有来过才代表你有来过淡水老街。吃完了两间阿给，一间是三姐妹，一间是阿公阿给。不过两间比起来，综合程度来讲的话呢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三姐妹的口感，因为我觉得比较湿润，比较容易入口啦。可能是因为我在阿公那边没有加辣，所以只有就是淋上酱油，所以可能它的湿润度就不够，所以对我来说吃下来其实是有点干的，然后有点难入口。那这两间阿给呢，就是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来淡水的话呢，可以试试看这两间。不同啊，阿给。它这是卤的很入味的大肠包。嗯，觉得好吃吗？说一下口感。其实吃这个主要是在吃它的酱。吃它的酱，嗯，它的酱很好吃。嗯。我现在呢来吃豆花，然后因为今天其实我有点感冒，所以我点热的。这个豆花呢，只能挑选一种料，就是粉圆。我觉得它的豆花其实有一个淡淡的焦香味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。份豆花酱吃起来其实没有太甜。我觉得如果你来淡水想吃豆花的话，或许可以来这边试试看。因为生病真的太痛苦了，所以只吃了五间店就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那之后有机会再回到淡水拍第二集，看更多的美食给大家吃吧。我要先回去看医生了，拜拜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